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咁今日咧要同大家抽卡啦。咁啊，其实今朝起身咧已经忍唔住手咧，咁就啊抽咗啲啊。咁啊，净系有影相啫。咁大家会见到啦，我好好彩，我抽到四只木骑士，两只暗骑，跟住加上本身咧储值送嗰只咧，咁就中咗三只暗骑士，同埋抽到两只水骑士，非常好彩。有少少嘥命。啊！不过咁样做会搞到阵间啲人品唔好。咁抽到一只天照啦，咁天照其实 Hugo 真系好想好想要，咁今日终于俾我攞到咧，超开心。咁同埋抽到一只赵云啦，咁啊赵云已经特四啦。咁我俾大家睇下我的背包先。加翻编号先啊！咁我嗱水柱啦。跟住三隻三龙将啦，龙公主啦，龙水龙王啦，火元素神啦，同埋呢个赵云啦，咁呢啲都我系好用心培育嘅勇者嚟，即系黑市有买啊咁嗰啲，即系当然呢啲龙又唔会啦，有冇得突啊？黑市暂时可能应该冇嘅，呢啲难有难啲嘅机会突到啊，呢啲都差唔多，因为有时我都会激见到黑市最平，即系用钱买嗰个咧都会买下呢啲嘢，见到呢啲，因为。都要想，主要想坐一啲龙啦。咁新嘅龙国林绝对有打啦。跟住呢个暴利龙啦，好耐争议呢个暴利龙咧，我都有拆嘅，但系未拆够啦，慢慢拆嘅。我哋主要系咁啊，呢个火元素神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啦。我就系由零开始嘅，即系由一个碎片都冇，由喺嗰喺困难关卡拆到五特五嘅。咁系我最前期第四只四星啊，第四只五星嚟嘅。跟之后最前期头几只系就呢几只五星啦。即系第一队龙队啦，第一队全龙队，除咗水之外嘅五只四只五星龙啦。咁所以今次出咗呢、這个龙嘅系列咧，我都好开心嘅。但系都喺组队上有啲困难，因为都嘥好多时间谂点样做咧，但都唔系太早到啦。系啦，咁我唯一谂过嘅一个组合咧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水骑士同埋呢个暗骑士啦。呢、這个组合咧，点解咁讲呢？因为咧水骑咧。就可以将啲火珠变成水珠啦，然后咧就将大部分嘅水珠咧俾翻水骑咧，就可以组到佢嗰个主动技能咧，就可以放呢、这、一个免疫伤害啦。因为我同大家讲过呢、这个树技咧，虽然食要开盾啦，但系点都会食少少伤害。咁其实累积系其实点都系食伤害啦，咁就系、是、咁要加埋嗰个咧就可以变咗唔食伤害。咁然后咧呢、这个咧就可以将木珠咧变成盾珠，咁咧就可以做翻佢哋嘅特殊技啦。咁简单嚟讲咧就系将啲珠咧合合集翻啦，咁啊剩翻水珠、心珠、水珠、心珠、暗珠同埋呢一个心珠啊，盾珠、盾心、水暗啦，咁咧就系啱晒呢两只嘢用嘅。不过队员上仲系有少少困难咁选择啦。咁我觉得赵云或者系新降临或者都唔错嘅。好啦，咁废话就讲得多啦，咁依家马上嚟抽啦。咁我目标系。我都唔知道抽几多抽，金都货咗啦。第一抽，四闪，哇哦！我冇先知嘅。好，第二抽，三闪碎片咁就碎片，即系我越低闪咧，我越想越碎片嘅，冇错，耶、yeah! ！哦，好似唔错啲运，好似唔错啊！第四抽，三闪碎片碎片，我系中意中碎片嘅，如果可以闪得少嘅话，一二三。四啊，四闪，第几抽啊？呢个系二三四五，第五抽啦，呢个已经系。
店咯，都系都市传说嚟噶，拍片就会就会甩咗啦，唔要你啊上恩，我啲人品今朝系咪用晒啦？嚟嚟嚟 ，OK OK， 接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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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继续，重一重开 game 我啦，真系要。不过咧召唤券高啲，因为今日用咗十五张召唤券咧，差唔多有中咗六只喎。调翻转用依用石抽咧唔中。Yes, yes, 暗騎中。Yes， 我寧願唔中火騎，雖然未中未有火騎。好啦，我哋抽咗幾抽咧？計下先。抽十六抽中咗第一隻，我原本二十五抽中八隻。今朝人品用曬真係。OK， 第十七抽。成功子去组一配就系木木骑士，成功子系得五碎片嘅。OK， 第二十一抽，服咗啦已经，服三分嘅咯。我又话服五闪五闪五闪，耶暗骑耶暗骑。有用的碎片我都 OK， 其实真心。但两闪我真系俾啲好嘅碎片咯，两闪都好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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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啊！冇人会想要呢只噶，冇啊，一个都唔会有啊！想抽呢只嘅人。雕蟬，雕蟬系我觉得呢只 game 最劲嘅一张卡，虽然我好中意龙。呢、啊、下载嘅，有咩下载啊？二三四，四张要下载咩嚟噶？曾经俾人认为最强嘅一张卡，孙悟空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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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你啦你啦你啦，我得两张啊，得几张？我得两张啊，我仲得两张，我抽大半嘅石，得两张暗棋，暗棋入嚟嘅你肯定，我嚟个暗棋入，一二三四四四四，你都冇，好似碎片都冇，一二三三三三三三三，唔要啊，咩啊？
即系五咧，有啦，五星啦。哦，回一回先，我哋储存起先。嚟啊！我知嚟啊！我哋顺便计一计，我哋争几多碎片，缓和下我个情绪先得。争60+110，即系争70+110，即系争170岁，170岁。分解就35岁，分解三隻就105岁，系咯，我冇计错，要5隻，嗯，系啊，冇错，要5隻，即系争2隻一隻，1、2、3，争2隻，嚟啊，争2隻咋，2隻，条命都俾埋你啦已经，我俾埋条命你啦，我唔骑碎片啊嘛，唔好啊，冇啲咁嘅嘢出现，啊，我草图鉴我而家根本就喺度，诶，开位啦应该要，似，开位，嚟啊！一二，得啦，知你搵闪啦，照出嚟啦。咁我先魔神碎片嘅，除咗放魔神之外，而家放魔神依家都弱咗，系咪先？好啦，抽到印啦，唉，颓颓地啊，抽到。我全部两闪喎，唔得喎，咁样我觉得。1、2、3、4、5咧，停下啦。我收850石啊，真系50抽啦已经去到。我争2隻就俾埋2隻我就停噶啦。抽一抽先，抽一抽我将啲券换晒佢。五十我神秘召唤券真系飞得高啲，我今日真系个神秘召唤券抽晒翻嚟喎！嚟啊揸张啊揸张啊揸张出嚟好唔好？我翻5张券，下次活动用。1、2、3、4咧，唔好啊！唔好，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哇哇！我都话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！暗騎抽30抽，依家抽咗抽咗几多抽啊？
抽咗58加9啊，抽咗67抽，唔抽啦，67抽，一次嘅分解，一次嘅分解，175岁，伊基马索，伊基马索，突破，突破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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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我人生第一隻靠火金突破到突五嘅出现啦，火金破到突五，哇！黐线啊！我好似咧，好似钱一次倒晒落咸水海咁，咸水海咁。顺打提我仲系抽唔到暗棋，我仲未抽到暗棋，我未有暗棋。太夸张啦！我仲未有屋企，我睇下，其实木棋都可以突到啦。我哋突埋，我哋突埋佢哋啦。喺突到突四嘅，你就可以。系木棋喺不知不觉已经去突四，争多少少已经突。水棋都应该可以，突三啫，水棋突三啫。好啦，咁今集三个傻仔将钱抌到咸水海，又暂时喺度。我今抽咗几多只木棋啊？今日啱抽几只木？两只水棋，同埋五只暗棋，即系我用咗，我咁样用67抽嘛，67抽中咗9只棋士。再加上我今朝中了17只骑士，用了92抽，中了几多只啊？中了17只骑士。但原本我是25抽，原本25抽中8只，几率几高？跟住我而家用67抽中9只。好啦，今集。中福都唔算中福嘅，都 OK 嘅嘅抽蛋咧，就暫時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